好，我没想到你已经结婚了呀！天呐，我是那你觉没得想你到就的是应事儿，该，你也没有女朋友的。那怎么就能没有女朋友呢？感觉你就比较直一些，那我也不可能弯不了要呀。生气哦。你多大呀？我35了。那确实有点大了。还行吧，挺大的。你好好的，那你35，你属啥？35？等我去查一你下。别搁那百度。没有，我今年23岁了。23岁呀，那我也有有，点，确实有点大了。那23岁，你23岁你怎那么你不找男比朋友，人要少。单身贵族呢？我刚分手。你刚分手啊？哎呦，那该还好不是？刚刚，啊，怎那么回事？因你为这什么个分人手有了呢？点因不为对劲。那肯定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那是谁的问都题？有吧，都有问题。又下路我想想啊，这把的 ADC，咱得来个玩的好的，你刚玩的就挺好的呀，刚玩的不行，主要是我们家少人，太然后菜我了。又用了那个辅 EJ 助。不行，维恩，我来把维恩。好嘞。呀，我玩维恩，你变成泰坦了，也行是吧。的呢。你刚刚不是说就是谢你想要谢音月符灵暗吗？手的飞然机。后就换了一个音符。我先改个天赋，我看看啊，这样式的吧。你还没说你分手呢，你啥时候分手的？刚分手。对，刚刚，哎呀，也不算刚刚吧，就几个月了，大概有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给你分析一下。就是因为我们异地恋啊，异地恋，然后感觉异地恋挺累的，就异地分登手陆。了。对，异地登陆了，登陆完之后我们就分手了。然后你就准备就当单身贵族了呗？对，我现你不在相单信爱身贵情族吗？你挺个单好身的，贵族，那你但为是什么我要还单是身相呢？信的呀。我只不过是现在没有遇到感觉合适的，没有遇到好的，所以我就目前先选择单身吧。哦，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？我比较喜欢那种心地善良的男孩子，三观正的。心地善良、三观正的，长啥样无所谓呗。我觉得长相我其实并不是太在意，拉但倒是一定要心地善良。现在如果啊，长得好看在的你的话面更前，好。有一个人，就比如说我吧，我就是这个，我是谁呢？我想想啊，我是。哎呀，这人怎么想不起来了呢？你别叫什急，么来别着？急，慢慢想。叫，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等我想一想啊，一你会可儿。以描述一下，就是肌肉贼多，然后那个身材贼好的那石个，头人，彭于晏什么石头人儿，德莱厄斯，还德莱文呢。那就英雄联盟里边，你比较喜欢哪个男性英雄？我比较喜欢亚索，亚索，对。亚索可送人头啊！没关系，宋也喜欢。你要找你喜亚欢索那哪式个儿，就英相雄？当于是这个，你有个男朋友，然后就每天。打赏别的女主播去，给人花钱，然后你在这边还得挣钱，为什么呀？亚索不是就特别专注于因自为己亚的索是剑孤术儿，吗？原来你喜欢孤儿。
我在这边杀呢，我一杀一个他送一个，我杀一个他送一个。他不是孤儿，他有个哥哥呢。他哥哥，他哥哥都不要他了，他哥哥。那你喜欢哪个女性英雄啊？女性英雄。对啊。我喜欢俄洛伊。俄罗伊？俄罗伊是女的吗？是女的呀。哦，你喜欢这样子的呀？哎，你们家几个孩子呀？我们家没有孩子。还没孩子吗？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呢？孩子不一定啊，正好我缺个孩子，你是要？你别说，你什么意思？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呢？我还早呢，我这连男朋友都没有，我怎么要孩子？男朋友都没有，对呀，那你想要孩子吗？我结了婚之后就想要了，那你要几个孩子呢？我要两个吧，最好一男一女，双胞胎。啊，要求还挺高呢。高吗？还好吧。你要两个孩子，小心点。有梦想啊。嗯，你要几个？哎，哦，我以为这个人退了呢。没有男朋友，你可以帮他生。那你生去吧，左下角比心 ID 533-59703，你找他，你说我给你生一个。今天是在比心上面点的陪玩啊，这你要个不要去找他可们以呢？扫一下左下二维码啊，寻找你的陪玩。想生孩子也可以生孩子，啊，不对，啊，生不了孩子。你怎么不说话了呢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刚才上厕我所刚去一直了。在说话呀，好吧。你挺快的，洗手了吗？哎，你说不孕不育会不会遗传呢？我孕不育不会吧？他我这也不知道。要打红，能不能不给他打红？你有学盾吗？我学的勾，你学的我学勾，的你给他勾。打啥呀？别给他扛啊！别给他扛，嗯，让他好自吧，立。再打一下。对。还有啊！我居然一个技能都没学，我佛了，我没学技能。哎呀，我切了一下屏。哎呀，真可恶啊！刚才他没俩事不没在这事没蹲，事没事，你看你想我不就到说，啊，这俩人，我就说别给他打，你不信我。下次不管他了。我这不是想讨好一下他们，就帮他多益几下，然后他就可以来帮我们。他俩又放碘盐了，你没放是吧？那好像还我可以没有打，放。只不过呢，现在他俩应该要生了。要生了，男的女的？我先给他插个眼儿，我好先攻。吓他一下，我先观察一下啊，好走嘞。生了，要不算了卡吧，二生了，了，生了就算了吧。算了算了，嘿嘿。你的走位也还可以，嗯，刚学的，刚我这被你吃学梨的。有点吃撑了。你少吃点啊！是冻梨吗？不是冻梨，冻梨不好吃，我觉得。
不好吃吧？我挺想吃的，感觉挺好看的。啊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我们这就赢了吗？太好了！赢了这把不算啊，我们还有一单。嗯，好，我知道。你一单多少钱？当我给忘了。当，35比新币。我不那啥了，我不打下路了，我这打的憋气，这老蹲我，我去打野去。行，好，你去吧。那我三去十打五笔中。新币。对。那为啥别人都嗯。三十呢？别人30吗？你对点呀，的，别人都三你十。经常在比心上点小姐姐吗？也没有经常吧，一天点个十二三个吧。那你就是你老婆不说你吗？我正常玩游戏，说啥呀？哦，怎么你那们你不老正婆规不吗？跟你你们，打你们游正戏规吗？不？没有，我们比心很正规的，但是我感觉就一般，你比有心时候正会规稍就微有行，一没关丢系。丢介意。他不敢介意，哎呀，来吧。家庭地位这么高吗？你从我这几口梨应该能看得出来。好吧，都是你老婆给你洗的吗？啊？都是你老婆给你洗的吗？你不会是你在这边打游戏，然后你老婆在旁边给你切水果，然后你煮饭，然后送到嘴边？真的吗？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你喜欢吃蓝莓吗？蓝莓还好吧？还有蓝莓。我的天呐，真好。那为什么那你你一老单婆三十是五块钱呢？35块钱，因为我觉得加一个五比较吉利。我觉得加个五不吉利，我觉得零还吉利呢。350嘛，那太贵了，那不行。3.50。3.50，3.5比新币吗？嗯，那有点少了吧，我感觉。加个零，我是把你那五变成零。把我的五就30币是吗？对呀，把我算懵了。哎，你这价是随便都可以标的吗？还是说你得接单接的多呀？嗯，我们比心现在应该是就是根据接单量，然后可以调价钱，应该是啊，我好那像说明你的接就单量还可好以，久没有，谦虚了啊！一还天行，你不得有个三之四十前单呢，我觉得。没有，之前蛮多的，然后现在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之前蛮多然的，后之前一天多少单呢？之前1天5、6单吧，一天五六单啊，啊，那还行，嗯，对。那我觉得你也不太差我这一单。哦，嗯，嗯，然后现在就很一般了，现在怎现么在的就了没呢？人找我打游现在戏那了，肯定是你游我戏也，玩的不太行。嗯，对，我现在加强学习中，这么的吧，我也不我收们你费这个。啊，那个 好嘞，谢谢哥哥，你免真费教好，你打谢一谢打，猴哥，好吧？不客气猴啊。哥你太好了，谢谢猴哥。来把什么呢？来把螳螂吧。不行了，换点别的螳吧。螂教学吗？玩把蜘蛛吧，蜘蛛。蜘蛛教学吗？我把它剑圣办了，蜘蛛教学。你平时打野不？我平时不打野，但是我可以学。行，那咱们打这几把，我就挺不收想你钱学的，了嗯，好啊。嘞，你真好，你真是个好人，太感就动是了。你也免费，我也免费，我们就是学习一下。好，来吧，蜘蛛，螳螂，蜘蛛，蜘蛛吧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蜘蛛，蜘蛛对面有沙米拉，螳螂吧。
怎么回事？喂，嗯，我在卡了呢。吗？啊，没卡，对面把没塔有拉选啊，了。我在呢。算了，那就是中午吧。我刚在看这个天赋，然后发现我不会点，我就直接用了这个 V game。水上行走，蜘蛛，蜘蛛，来吧，蜘蛛，可以啊。猪猪 King，你害怕蜘蛛吗？你说现实里面的蜘蛛吗？还啊，是游戏里面的？就大蜘蛛，现实大蜘蛛。大蜘蛛挺害怕的，但是我感觉我们这边蜘蛛还是蛮少的，没有见过特别特别大的那种。那特别大，都搁南方呢。嗯，应该是吧。我想上个但厕是所。我看就网上，你怎么又去啊？你不没有，舒我就服第一吗？回去。上回我逗你玩哦，呢，又去了。哪有人上厕所那么好快的呢？嘞。好吧，你快去吧，记得洗手。上个厕所。炉香，不会打炉香吧？这怎么打呀？他们家没有辅助吗？我为什么要好辅助？哎，你上厕所都得多长时间？我上厕所，女生上厕所应该比较慢吧？我没有记过时哎。那你洗澡得要多长时间呢？洗澡干嘛？我洗澡大概，因为我头发特别长，然后洗澡会很慢。那，哎，你家厕所肯定经常堵啊。厕所为什么堵啊？那你这头发不都掉了吗？掉头发不堵了吗？哦，我头发还好，我头发其实挺多你的。不掉头发呀？你呢？也掉，但是我感觉掉的挺少的，可能因为我睡得早的原因吧。然后头发目前来讲还是蛮多的。头发得看好啊，爱护好。好。你发个照片吧，我看看你头发到底怎么样。看我头发，啊，我瞅你瞅你会的看头发。吗？你是做头皮鉴定的吗？我不是头皮鉴定的，我就帮你看一看。我笔芯上面就是有照片呀。行，我一会儿给你拍一个，拍一笔个，芯上面照片啊？现拍。有。我笔芯就是动态，当朋友圈发。这，哎呀，没办法，太难了！没办法，这些人。碗猴没那啥，碗猴没闪现。好嘞。哎，你打个啥呀？你中单呢？对呀，我中单，记得来帮我哦。可以啊，碗猴，然后等打完了，我给你现拍一碗张。猴是下路碗猴，行啊。哎呀，局局被抓呀，这真难受啊！我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了。
可能是他们就觉得你很强，然后就想抓跟你，你没关保系护啊，你也别心拦着态。我，今天谁拦也拦不住我。晚猴，好你个晚猴！给我等着！惹谁不好，惹我打你，小伙子。就是。哎呦，折走腾路一压力下，大不大？压力现在还好，但是一会儿就不好说了。你这生活压力大不大？生活压力，还行吧，看你怎么想的了。我感觉，如果对这些东西要求都很高的话，你妈你自然压力会很逼大。你！你怎么骂人呢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想了一下，这个有问题，就是有没有逼你？啊，有没有逼你找对象给啊？我什么？没有，现在还没有。那你跟你爸你妈住一块儿不？住一起啊，我妈就在客厅呢，哦，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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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客厅。你家隔音好吗？挺好的呀。啊，那还可以啊。你艺好没好？我也用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嘿，还 OK。你。哎呦我，卢你打我，仙，别打我，救命呸！啊！来来，我我给你控一手吧，这卢仙已经崩了。行，你控吧。还行，感觉不亏。那肯定不亏，我给你控一手，指定是不亏了。哇，你真好。这不行，这我要哥，不给你你真控的好。话，下波那我来了，我又干咳不了了。好吧，晚好，我来了。为什么就我自己补兵的时候，我从来都补不到大撤兵，但是好，补别人的兵的时候，杀 ADC。你有这样的困扰吗？我没有，我是打野，哦，我永远都是补好别吧，人的。我再来一波中路啊！好，但是我这会儿没有，是那啥，我上了，准没事，呢！我走了，哎呀，太伤人了，螳螂小心啊，螳螂，呸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2秒1，呸。这。又来一个人，没办法，这个人头确我实就这是不没，去。哎，这这这哎，这漂亮！哎呦啊！可以可以，单哦，拉人六，家这锤石，再见。这锤石玩的比你好啊！我跟你说，夸他一下，666，鼓励一下他，太开心了，这都没死。这把我决定了，我要去抓下路了。你不来了吗？你可以没事，就是再来逛逛，然后收几个头。但这卢仙确实也挺好抓的。对。晚豪上哪去了？晚豪。哎，就变成你的样来子，吧，来现在怕吧，不怕？相约酒吧。小妹妹，你哇，还这不么多人，走？完了！啊，他去中路赶客了，忘跟你说了。没事，没关他系。俩搁这草丛里头呢。嗯，来。所以你是看到了，然后就没和我说吗？杀牛螳啊！螂！哎呀哈！
完了，这没办法，这卢仙好像打不过呀。俺们家这锤石玩的确实还是可以的啊，真还是不错的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呀。我六级都大了，许阳一会儿再来一张啊。蓝你要不要？你不要，算了吧，他给我吧。嗯，那你拿吧，谢谢，不客气。我得再来一波下路的，我也想去报仇，这万豪太可怕了，太坏了，坏男人。哎，你除了陪玩还干别的不？我就除了陪玩就在最新直播。哎呦，我这人头，小龙啊，可以小龙，打龙吗？比心直播呀，好嘞，对呀、啊。你喜欢看直播不？直播我看了挺少的。那你说看直播的哪能？你得学习直播呀。学不会呀，我就经常看那种。哎呦，我看有抖音有个孙悟空玩的老好了，老意思了那人，我天天看，来一波啊。谁呀？你不认识吗？一个英雄联盟主播，我的技术我都跟他的学的。学的啥技术？打游戏的技术啊。哦，我不太看，我就只喜欢看美女直播。美女直播。然后游戏，对啊，游戏直播会怎么看？你喜欢女人？就看一下美女。没有，我是想看小姐姐们都是怎么直播的，然后就学一下。哦。那小姐姐直播一般他们都开视频，你开吗？我开呀。你也开视频呢？对呀。那你现在能开视频吗？现在开视频什么意思啊？我来一波。应该是现在开视频，就你现在你不能开视频不？就是你有没有摄像头？我有啊。我帮你看一看你这直播内容好不好？要不然你给我单独直播一个吧。什么叫单独直播？你不是要看我头发吗？我的天！对呀，看头发也可以啊。咬小兵了。我发现了，没有你，我真的是不行，打不过他。一会儿我再来一波。我怎么我这么卖力才13-11吗？我得再来一波的下路。那我就先不走。这沙米拉是真不好杀。那你看我头发的话，我一会儿给你拍，就只要给你拍两张头发就行了。那不行，我得看你的发质。一个人呢，他这哎，我先帮你赶开一波，一会儿咱再谈这发质的问题。好。好大呀！哎呀。他应该走不了，他没蓝了，加油跑快快，不行了，追不上了，怎么没有人头呢？太惨，虽然我很菜，但是你知道就我们比心上的小姐姐有什么误会，也是有很多打得很好的。我死了，你给我把他杀了，兄弟，别打小兵啊。哎呀，这卡杀我脑袋疼。哎呀，这怎么打小兵啊？这
这就相当于你养了半年，发现养了个傻子。还是养了个别人的孩子。真的，我平时也干直播的。不是干直播的呀，我错了啊，不是干直播的。等会儿我先帮你赶开一波，再来赶开一波。这卢仙太狂了，啊，太狂了，这卢仙。哎呀，下次你拿这个人头啊，我跟你我都没想要，你知道吗？我实在是没想要。我看出来了，我害怕你打不过他。下次你拿就行。行。你要早这么说就完事了。你就等我这句话呢是吧？你也不早说。别追我，别追我！啊，他怎么就不听话呢？非要追我这个人。我再帮你赶赶他，这卢仙。确实得赶快。好，刚刚是我太贪了，我就特别想吃那个塔皮。哎，起飞！我咋一个人头也没有呢？我哎，确实得要俩人头了，这要不不行了。这万一这 ADC 他塞不了，我就难受了。打个小龙吧，嗯，打个小龙。你平时就在比心上面直播呗？对呀。那你都什么时候直播？手机的单直播，我都是比较随机的那种，因为就是没什么人看嘛，然后就想没什么人看呢。我兄弟多，我可以让他们去看看你。你兄弟多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老多兄弟了。真的呀，好兄弟，这么好吗？我只要一声令下，20万观众，嗯，不一定有啊，这个20个观众可以有，那也挺多的了。我平时直播间就几个人，所以你那什么，俺俩先看看视频，我先看看这个怎么样。你觉得呢？视频，小视频吗？小视频呢？对呀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要跟我玩视频呢。我惩戒！救命啊！要不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五阶大师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是。呸！这人咋这么多？俺们家这武器也行，我这把从头到尾没帮过他，他这么猛。我怎么才9级呢？你有 QQ 吗？有啊，俺俩是 QQ 视频还是微信视频？我先给你发照片，你看看吧。啊，那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就是别吓到你，我要给你开视频了。万一你再给我差评怎么办？那倒不会的，那不会的。你看我的数字234，真好看。234，我得把这卢仙杀了。好，哇，牛啊！我这是你伤害好高呀！一秒钟我打出了8个技能啊！我不跟你们吹。啊，我闪现1WQRQWE 接个点烟，不是点烟呢，接个惩戒。
你这手挺快的呀！这什么玩意儿呢？干啥来了？这板猴，杀他！推，跑了，跑了，算了吧。嘿，八八六，你给我晕！漂亮，起飞，降落。螳螂在右边呢啊，小心点。嗯，我将回家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这老螳螂，我给你个推！哎，救救救救救救！啊，我回去了，我刚没看到。哦，那算了吧，那我也走了。快走啊，不行了。我现在加你好友，给你找，哎，你加不了。加不了，为啥呀？歪歪好友，你加不了啊？对呀，加不了。我加你好友吧。好嘞。加上呗。我才发现，我这3000来块钱没回家，我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伤害那么低呢？这么有钱呢？收到了。我先给你发一张，你看看。你看看哦。一会儿得看吧，不能挂机。好，打游戏挂机肯定是不行。小龙了，这碗猴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哎呀，哎，我怎么死的？这个捆绑就好帅。不是我给他捆上了，为什么我死了？为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但是捆的真的很帅。哦，他给我点盐了，好像。哦，他给我点盐了。哎，正常如果捆住不是不让放点盐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。捆住应该不是晕吧？我也不懂。不让放技能啊，应该。你喜欢捆绑不是？打条小龙吧。你在说什么？不是，打条小龙吧。我那捆的确实很帅，嗯。你除了直播你还干点啥不？有没有啥爱好啊？爱好就是打游戏呀。你喜欢钢铁侠吗？喜欢打游戏的。钢铁侠还好吧。我有马克50、马克48、47、46、45、44、43、42和41。那是干嘛的呀？卡片吗？可以变形。算了吧，你连钢铁侠都不喜欢。我现在喜欢还晚吗？现在喜欢啊，现在喜欢也不晚。要不你送我个钢铁侠吧？我送你，行，我送你个钢铁侠的卡片。也没有多少钱，我不用卡片。那你喜欢芭比娃娃吗？我不喜欢芭比娃娃。我觉得芭比娃娃挺好的。要不我画个钢铁侠送给你吧，我画画挺好看的。你会画画啊？对啊。你画，我猜你是什么级别的？我是大师级别的。这么猛？对，我就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是大师级别的吗？为啥呀？因为我画的话别人都猜不出来，然后这样分就是我的了。哦，抽象派。然后我就对，然后我就变成了大师。那你是学过画画吗？我学过，我之前学了有大概一个多月吧，然后老师不让我学，他说我不太适合。啊，哎，这螳螂把俺们家 ADC 给偷了。没看到这个人。
谢谢你一个 W 的大火箭，谢谢你一个 W。救命啊！哇，这人太过分了。我看看啊，这波我感觉我好像能杀一个，我好像不能杀，算了吧，我回家。在青钢影满血，青钢影，你死了？嗯，我死了。我看你好像没精神呢，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是刚刚给你切出去发照片呢，我刚刚在找照片。哦、好。你发了几张啊？我就先发了一张。有没有那个你搁家里头传那照片、啊、这我刚就是我今天拍的照片。哦，今天拍，你还搁家还拍照片，你是学摄影的吗？没有，就你知道的女孩子嘛，你很喜欢自拍的。你比心是不是也有照片啊？对啊，我比心动态，然后发的就是你呗小视频。我看你的视频了，我就当成看了。你说一个动作，说你是那啥的，说你是干啥的，我猜出来了，你是喊麦的。不是，我是理发师，我是剪头发的。你是剪头发的？对。那你学的挺多呀，你画画还剪头发。我就是，我感觉我真的学的东西挺多的，但是我都学的不是太好那种，那、就是、学的不是很成功，那就是啥也不会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好像也没啥毛病。我美甲窃魂卷14层，俺们家武器大师有点生气，好像他基本上不出现在我们视野之中。有点生我气了，我觉得我不帮他赶赶他生气了。打大龙吧，走吧。好，有小脾气了呢，可能。那你会在你那头发上画画吗？头发上画画怎么画呀？就你给别人画不啊？你想要我给你画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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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小龙也可以。嗯 ，ADC 说打小龙，那我们打小龙。一般男的都剪什么发型呢？你是给男的剪的发头发多，还是给女的剪的头发多？我没有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你没有头发？我没有剪过头发。好吧。咱先把这螳螂杀了，行不行？救命救命，保一下 ADC。金身。保下 ADC， 完了 ADC 没了 ADC， 那武器大师啊，那武器大师，我日你哥、啊、武器大师！我感觉你对我的头发就很感兴趣啊，你不会是 Tony 吧？不会你才是真正的理发师吧？我不是理发师。那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是做什么的？你猜我是做什么的？你猜我猜不猜你是做什么的？你，我猜你猜你猜不猜我是做什么的？你猜我猜你猜不猜我猜你是做什么？你猜不猜？应该是，我想想，我想想哦，应该是。搞营养学的吧？营养学的呀？对，就做养生这块的。我营养确实，哎，也还能跟得上点。过剩。过剩那倒不是。就应该是，我感觉应该是头皮护理这一块的，对吧？不是，我其实我是那个跟营养方面也差不多，我是那个卖货主播。嗯。卖货主播。啊，我带货的。货呀，我带点海鲜什么的。便秘呢？什么便秘？你要便秘吗？你是卖海鲜的？啊，你要便秘？南海主播吗？
差不多吧。哎，我可喜欢看《赶海》了，老下饭。你喜欢看《赶海》呀？对呀。《赶海》现在那都是疫情，就抓不着鱼都，没什么鱼其实。那你怎么播呀？你说。我特别喜欢看抓那些鱼。最近我已经转行了，最近。转行。啊，最近转行游戏直播了，《赶海》不行了。有人看吗？还行吧，也就一两千、两三千、三四千、五六千、七八千、一两万、两三万、三四百万。这么厉害吗？最近转行了，嗯。都是你之前的，就是看你捕鱼的观众吗？啊，差不多吧，都是想看我的这捕鱼，但现在鱼没多少了。我看看你发我的照片啊。嗯，那你手会不会被那个海水泡得很粗糙啊？你得多涂点护手霜之类的。不会，没事，我都戴手套。哦，那挺好的。我觉得你适合去做养生，就特别会保护自己。嗯，我看你照片了。嗯。那头发确实挺长的。也挺多的，应该不用做什么护理。你家里边25度，你穿这些指定热，这都秋天穿的衣服，这都是。还好啊，不是那样。还有，你像一个人啊，你像呆娃。谁？呆娃，你不知道吗？呆娃。呆娃是谁呀、啊？呆娃也是主播，呆娃。不知道哎，呆娃。我就打的还可以，要不然啊，这差不多。